者欢迎萧敬腾。小粉红 T 恤，粉红泡泡，爱情爱情。我们先来合照一张好吗？来，三位长者我们站中间，两位总编我们一左一右好吗？我们先把这个老萧的麦先收起来。好，许我们一起看一下啊，往后退一步，来，请往后退一步。许我们先移架一下，挡到了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先收起来，好，可以吗？好，一起看向中间下方的摄影机，来捕捉这个精彩的时刻。第27届台北国际书展，我们今天来到了萧敬腾的新书《不一样》，以及他主演的电视剧《魂球西门》的影集跟原著小说的发布会。来，一起看向右手边的摄影机。好，六位一起看向中间下方的摄影机，再来一张。好，一起看向左手边左下角的摄影机，好像粉丝也很想拍，对不对？来，极左边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最左边很多粉丝那边，来挥个手，哪边？好，看一下那一台，好，再转回来左下角，看一下我们的明大哥，哇，全亚洲媒体高度关注哦。来，再回到中间下方的摄影机，来，各位这边，谢谢。好，中间这一台，挥手这一台。好，右手边再来看一下。是的，先请陈董事长以及两位总编先回座休息，台上留下等一下要进行的三位讲者，我们先来合照一张。来，三位有请。来，三位请看向中间下方左下角的摄影机。来，三位是这个三强鼎立，心心相印，跟心理咨询师有关系哦。对，来，三位看向中间下方的摄影机，一位是不一样的新书作者男主角，还有原著作者，还有导演。来，三位转向右下角的摄影机，来，哪一台要拍？挥个手。三位看向右下角。好，那一位是粉丝媒体吗？媒体粉丝哈 ，OK。好，是，来，三位右手边来一下。好，中间后方是不是有这个森哥？你官方的公司那台是不是要拍？好，不然怎么发稿啊？陈董事长帮你。